张涛两位老师，谢谢，感谢我们的厉害的音响团队的金书和阿麦老师，谢谢，还感谢我们厉害的视觉设计的邱董老师团队，还有我们的灯光小五，还有雷射小杰老师团队，谢谢，还有我们的导播的展昭老师团队，谢谢，感谢我们的左立左大爷，谢谢，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龙老，谢谢，还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感谢我们的化妆师凯姐，还有发型师虎哥，还有我们的安迪哥精心准备的每一个厉害的造型，谢谢，还要感谢很有可能宣传团队的支持，谢谢，感谢我们的摄影吉哥婷姐拍出来的美丽的火星，谢谢，还有我自己团队的小博和小子，小博，谢谢，还要感谢我们火星演唱会的很重要的一个人鹏哥为演唱会辛苦的付出，谢谢，感谢我们的网易云音乐的大力支持，谢谢，还有感谢所有为火星演唱会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们，谢谢，最后是一首属于我们火星专属的情歌，好不好啊？